电钻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卓工小米。看这个门多高级啊，这是个门铃，家里面就响了。今年春天的时候给大家装个电动凉衣架。哟，这么快就来人了，走走走，进去看一看。该说不说，这房子装修的是非常的哇塞，豪华大气的代表作。看一下这个电动凉衣架，就是这个，它现在可以升可以降，灯也可以亮。业主反映情况，它没有之前升的那么高了。现在这个衣架的问题是客户反映这个衣架升不上去，升的高度不够，上面还有空间。但是呢，这里有一个掀位开关，这个位置，哎，这个就是掀位开关，能听得到这个声音。当衣架的这个剪刀架顶住开关的时候，它就会停止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啊，这个衣架如果我们把这个搬下来以后，还可以上升，啊，又上去了。再搬一下的话，还可以上升，这样就升到最高了。给厂家的售后呢也看了，厂家售后说不是这个剪刀架的问题，我认为这个剪刀架有点皱，它落不到底，就会有这种间隙，你看会有这个间隙，它自然就下不去。你搬一下它可以下去，然后厂家售后说是这个掀位开关的问题，他说和剪刀架没有关系，然后特意发了一个开关。现在把这个开关给它装上去，就按售后的售后说的来干就可以了。这是厂家针对这个特殊情况改装过的，然后这边有个焊点，这是改装了一个加长款。看一下这个开关的原理，这里有个触点，这边一个螺丝，这边一个螺丝，拆掉固定螺丝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前面板取下来了。取的时候呢，这就是用力扳了，要注意它两边呢都有螺丝，把另一边的螺丝也要拆掉。这个时候你就有多大力气使劲扳就是了，但是要注意上面有连接灯的线，这个不要拽断。现在这么看这个晾衣架的内部结构，感觉好，只有一个电机，下边这儿有一个灯，上边还有一块电路板，两根钢丝，哇，好简单呀！这是好太子的电机，这里就是钢丝。然后加一块电路板，这个就是这个掀位开关了，把这个给它换上去，看它的作用。开关上面有两根线，这个线要拔掉，然后有两个螺丝固定，螺丝拆掉，这个掀位开关就拿下来了。哎呀，我去，不按套路出牌。换这个开关呢，也是分分钟的事儿，这个是比较好处理的。其实像这种衣架维修的话，无非就是换电机、换钢丝、换电路板，其他没有什么可搞的。换好以后，我们把这个里面的线路都接好，把这个前面板扣上去，这扣的时候比拆的时候好弄，只要用手两边一掐，它就归位了。当然归位的时候一定要把四颗固定螺丝拧好。现在我们测试一下它的升降高度，
现在来看已经达到我们的目的了，已经可以升到最高了。近距离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开关，这里折了一个 S 弯，你看出来没？提高了它的高度，也就提高了这个剪刀架的上升高度。这么看，哎，现在这个距离就缩短了。这个就是电动晾衣架行程开关调节与维修的方法，是不是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呢？晾衣架归位，维修完成。来看一下这个开关，这是个直的，长售后那边给把这个东西，哎，搬成这样的，提高了行程了。其实遇到那种情况的话，可以稍微搬一点，用钳子搬一点，也可以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觉得有用的话，给米师傅点个赞，支持一下，谢谢大家。